阿娇的那张脸可是公认的盛世美颜，360度无死角，眼神还汪汪惹人怜爱，美而不俗套。但最近一张阿娇出席活动的照片引起了争议，虽然能够看出照片中的就是阿娇，但也总感觉她跟印象中的有些不同，不笑的时候还好，但是这一笑就明显了，除了笑容比较僵硬外，这牙似乎有些白的晃眼。再遥想一下前一阵阿娇刚刚跟台湾某帅气整形医生交往的新闻，这不得不让人多想。对比一下以前牙齿的照片，似乎阿娇这是做了牙贴面，其实此前张雨欣、林允都做过，最后她会使嘴变凸，笑起来嘴变大，嘴唇拉薄，所以我们看到微笑的阿娇就变成了这样，感觉笑起来一嘴的牙，特别是这一张，这大嘴感觉跟姚晨有的一拼。如此得天独厚的一张美颜，作为吃瓜群众的汤圆实在是搞不懂阿娇为何要对自己下毒手，不少网友也为其担忧，希望她及时收手，不要只知道老是听男人的话，当年的那件事就是血的教训。